彻底的输给了有你的浪漫。这也太浪漫了吧。你等着，换我浪漫给你看。好，5月31号还是不要忘了要记得收看跟鲨鱼接吻的精彩最终回哦。还有6月7号晚间10点台视频道浪漫输给你。小心，你也是。杜小姐，这边请。Thank you for coming. Thank you for your time. It's my pleasure. Elsa. Gary. Gary. 你好，我是胡雅丽。你好，你好。来，请坐。齐总，有急事。喂，他们没有来签约，也没有付钱，那他们借那么大笔钱做什么？牛顿科技，你们买灵顿科技想做什么？谁都知道灵顿科技拥有最快速、最稳定的 Web Service。这个市场上大部分的平台都是租用他们的云端系统。除了金士曼和雀科时尚是使用他们的系统，连 EC 集团旗下的电商平台也是使用同样的系统，光年费就高达上千万。Steven 呢？这是金士曼与雀客与灵顿科技接下来3年的新合约。我们估算过了，这几年雀客与金士曼的流量以及所占的云端空间已经超出了预期。所以从下一季开始，金士曼与雀客每年都要增加500万的年费给灵顿科技，加起来总共1000万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请把这份合约交给齐川凯先生，并且提醒他要记得缴费哦。如果逾期超过1个月，我们是有权利锁定系统，移除所有资料的。啊，对了，我们会把齐川凯所缴的年费拿来投资海洋之星。如果你们想要提前结束合作的话，请遵照合约里面违约的条款走。杜艾莎，你居然从灵顿下手，为什么？面对比自己更强大的敌人，并不是一口气将他打败，而是要掐住对方的咽喉，
抓到对方的痛处，逼他妥协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们都不懂啊？其实你们预想的也蛮好的，为了对付武汉易飞扬，你们布下了天罗地网，甚至能从胡总那边得到我们第一手消息。但是你们一定没有想过，之所以我们会找上胡总，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一定会泄露消息。透过胡总，让每个人都以为我们集资是为了要并购其他所有 APP 软体。以前的我的确会这么做，只要齐正凯相信了，资金自然就会到位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只要扮演好一个角色，就是做好我们自己。毕竟一场商业活动，它就像一场表演秀嘛。你和小安是最了解武汉易飞扬的人，你们一定认为武汉易飞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，走的每一步路，都在你的预想当中。但是你们错过了一件事，我们比你们任何人都清楚你们是什么样的。你在搞什么？他们买下了一顿科技这么重要的事，你现在才知道？哎，是你说杜安商业的并购 APP 开始的？是我说的没错，可齐总要你注意他们一举一动，你都没发现吗？我不管，齐总那边你自己交代。齐总准备离开，等一下他到公司开紧急会议，半小时之内会到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之前交代你的事情可以去做了。把他扶起来。Stop。就在奇怪，为什么易飞扬跟杜艾莎计划拿下灵顿科技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们两个竟然会不知道？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再来见我之前，易飞扬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我带出去。杜艾莎呢？在医院。在医院？我叫你做什么？我是要她消失，消失了。要不是杜艾莎，易飞扬怎么会知道要用灵顿科技来掐住我的脖子？想跟我玩是不是？好啊，来啊！他们就是想要金丝曼跟崔克斯上嘛。No，我不可能会让他们得逞。
反正那两个平台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，干脆一次毁掉。可是该要怎么做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苏慧伦，请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最强偶像剧《跟鲨鱼接吻》哦。少来了，你这个双面人。这是我们独爱鲨鱼，他的事就是别的事。